赶紧删了，这边有路。 哪一黑猫窜出去了？好家伙，吓我这一跳！我跟你说，老胡啊，这要出远门了，见着黑猫可不吉利。东西我准备好了啊！哎，哎，老胡，你说咱是不是倒霉催的？啊，好不容易去趟云南，找着木尘珠了，愣不知道怎么使啊！我这马上要去昆仑了，这冰天雪……哎，你地图哪来的？啊，我是不是在书架上？
是不是纯金做的？看起来不像，但是又不像是铜做的嘞。哎，秀兰，你别凑那么近，赶紧回来！你不觉得里边有股死老鼠味吗？这是五金合炼一体成型制成的，佛像本身已经氧化，现在看不出来了。 这种工艺只有古拉罗人才做得出来，制作秘方都已经失传了，隐隐今生的佛像极少传世，这东西啊价格不菲。哦，杨小姐，还是你见识广，懂得多。我看这用料还挺足的嘞。哎，干嘛？什么干嘛？别乱上手，这上面万一有个小小暗器儿怎么办？那不把大家都给害了吗？ 哎，不过我跟你说，您不是过来找爸爸的吗？怎么我瞅着您见着佛像比见着爸爸还亲呢？当然了，我爸爸的戏才是天下大戏，我去随便看看，顺便了。顺便，哎，那我也顺便看看啊。刚才我可尊老了，这回您碍着用啊。